方的问佛，人世间的缘是什么？佛出五百次的回眸，换几世一次擦肩而过。我困惑的问佛，人世间的分是什么？佛说分为缘聚，缘起缘灭，一切强求不得。我虔诚的问佛，人世间的爱是什么？佛说爱由心生，世间的爱一切自有因果。我诚心的问佛，人世间的情怎么解脱？佛说情有爱绪，懂得惜缘要学会舍得。如果真的真的真的如佛说，前世我们曾经是什么？如果真的真的真的如佛说，今世相遇是不是最美的结果？如果真的真的真的如佛说，其实我们恳求的是什么？如果真的真的真的如佛说，早该放下那份执着，珍惜这拥有的快乐。问佛，人世间的爱是什么？佛说爱由心生，世间的爱一切自有因果。我诚心的问佛，人世间的情怎么解脱？佛说情有爱绪，懂得惜缘要学会舍得。如果真的真的真的如佛说，前世我们曾经是什么？如果真的真的真的如佛说，今世相遇是不是最美的结果？如果真的真的真的如佛说，其实我们恳求的是什么？如果真的真的真的如佛说，早该放下那份执着，珍惜这拥有的快乐。真的真的真的如佛说，前世我们曾经是什么？如果真的真的真的如佛说，今世相遇是不是最美的结果？如果真的真的真的如佛说，其实我们恳求的是什么？如果真的真的真的如佛说，早该放下那份执着，珍惜这拥有的快乐。